13、14岁那会儿，可以算是那种被选择，他们让你做什么事情，你就做什么事情。所以17、18岁就会开始找我想要什么。我想体验更多的角色，体验更多的人生。根据我跟粉丝之间的情感，我会在里面改变一些词。I got nothing to lose. I live a life unpredictable. 阴天里，如画里。我不是疲倦，我不想告别。只要是适合我的工作，我都会接受，然后会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做。我的健康和小朋友的健康都无比的珍贵，吸烟嘛肯定是有害的。我想问的问题就是，怎么样能特别快进入角色那个状态？我觉得是从古老盛唐时代然后带过来，离政和天下定，离天和天下乱，我华夏定会赢。我们应擦干自己的眼泪，我万一不幸为人民战死，那也无需不哭。公主为何没地上有人成长，你必须拿自己试着去变化。最大的愿望，希望我能不让我自己失望。出道时候的梦想，我觉得还得继续做下去。未来我就是希望自己能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。In fact, people and children living with HIV are no different from any other person coping with another illness. 再见面，春夏秋冬多几圈，想知道你是否看见从前许的心愿。
我是杨先生，久久公益日，我为关爱留守儿童，可以吧？